对这些危重病人啊，所有的病人，我们的心理的辅导，我们的媒体的这个引导，正面引导是极为重要的。新冠疫情病人恢复了以后啊，大家都是有一部分人呢、啊、对他敬而远之，这个完全不必要啊，因为他完全跟正常一样，而且他产生了抗体，他才不会传染。现在所报道的一些个别的一些什么二次感染的事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从医学的理论和各方面看呢，是一个很个别的现象。什么事情都有个别，不要把它大肆宣传。